我没懂，就是谁先抓到谁就是都一样的，我还是没懂，就是我这样追他嘛，我快一点就是我追他，他快一点就是他追我，就是追圆圈圈的那个成员，两人一组同方向追逐，啥意思？我还是没懂，我还是没懂什么意思，就是前面的人不能转身，前面人不能转身，对，比如说你比他多跑一圈，你看见他后背了你就可以追他，还是没懂，你在追他，他也在追你，我在追他，在追我，太难了这道题，太行，让他俩玩吧。好，准备3、2、1。你反着追呀、啊？哎，他能这？暂停一下，你不能换方向，不能围追堵截啊！他这是逆时针，等会儿啊！刚才不是这样抓的吗？青子我觉得不太清醒了，现在青子你那个阿甘正传，你是阿甘还是正传呢？他正传着呢，他这啊，我懂了，来吧，哇，这还短道速滑，哇，武大靖来了，武大靖来了，比赛开始，大靖全力跑，好的，抢到第一的位置，这个时候注意自己的速度带起来，内道手，哎呀，速度还是在往起加，最后一个弯道，大靖出来，弯道控制住，加起来，这第一，干干净净，我们逆了过去。好，3、2、1。往里走。哎，打平了！哇，你们两个要比赛，来，我们俩比。男孩可能2秒就摸到了手长。